锵锵锵锵，四 combo 哎，三到五 combo 哎，快点，欧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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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K。不过这队打的节奏会比较慢，看起来是这样。我是看暗珠跟新珠少的那个去消啊。这应该还可以研究出一些奇怪的玩法，有机会我再来研究。哼，这玩八风手会变惨。哎呀，后面有附加小组，不要急着开。阿九以前不要开暗龙石，阿九为什么要打阿九？哦，你是说阿九之二之前吧？打到直接位，对啊，当然直接位啊。暗龙石开36倍就很够力，其实。我必须跟各位讲，我认为这一队甚至我不开都很强。我的评估点是这样来的，我是想要试这个东西，但是我现在直接破梗，虽然就有点早，因为我怕大家都睡着了。再掉，刚刚是讲炸掉，对，刚刚有点那个咬舌头。开技能可以躲自爆吗？只能躲直伤，我不知道哎，可以看看，等一下可以看看。这队我想要玩这样的打法，现在这样的打法，直接攻击。我想要看，我们玩看他那个感受上是怎么样。我应该没有人这样玩啊！我的玩法，我必须跟你讲哦，在我的眼里没有固定的队伍，没有固定的打法，在平民百姓眼里，什么样的卡牌，什么样的打法，只要能通关就是好队伍。所以有人会觉得啊，这应该怎么配，这应该怎么打？我觉得那是你这么觉得，但是我可能有另外一套我的打法。当然，我们的观众也可能有同样的看法。你会觉得说，为什么他要这样做？你要想一下，为什么他要这样做？你不要想说他为什么不照你的意思去做啊？对，像我们刚刚在讨论那个什么那个光火物的事情，你看有很多观众有提到，包括我在内啊。可是也有几个观众有提到，光火物是没有效的哦。对对对，所以你要跟这些比较厉害的人多常在一起玩。你久而久之你就变成很厉害了，对。所以为什么百姓的观众越来越强，越来越厉害哦？其实它是有原因的，对。所以一直破我梗，这也是有原因的，对。搞到我都要没有梗可以那个哦，对，这都是有原因的啦，这都是有原因的，对啊。什么咎由自取？可是我咎由自取的很舒服啊，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？因为我喜欢跟这些观众互动，对不对？你懂吗？现在几点了？现在都几点了？两点三十二，啊？看一下我们还有多少观众，30700位观众，开什么玩笑啊！啊，小魔女练卡什么？光一打这关攻略可以躲，可以躲的。我来，等一下我来躲躲看啊。锁技哦，5R哦，锁5R。哎呦，两毛转珠哦，这次我不会挨好了，因为我用这一队我不太怕。这个。我是暗的跟光的攻击柱比较多，所以留光暗的攻击柱。不，应该说，对对，消的时候留光暗，
老玩家应该、靠北啊，人家需要刷小魔物、什么东西啊？调时间，几级可以调时间？几级可以调时间啊？攻略可以躲，我等一下试试看啊。哦，不是星座把它弄掉，因为我血比较少了。我用基础攻击再打哦。好妖耶。第八关哦，召唤小怪。我擦哦。两万多会死人。小心猪，靠背没按到。攻击力有点不够的样子哦。小心！这一下是可以撑的。靠背啊！我没有要需要，我们不需要洗技能呢。干亏了。将会在那边拖很多回合，会不妙。OK， 弄这一只。靠背啊，全体攻，透回啊，哇，今天透回啊，哇，终于啊。妈你个逼的，一波把他带走，17万。不晓得，我怕打不死他，用力一点。上班上课才没时间刷小魔女，刷几级很快提就完了。提升卡片等级比较快，提升卡片等级哦。哦，其实还蛮多方法的。养猫？没有，我没有养猫，我养狗而已。有观众发现到了，这一队我现在玩的话，回合数有点危险。
回复力是不错啦，攻击力就是暗龙使没开之前有点软。无所谓，下一版下一回整版转新掉了。而且回复率变零哎，你哭也在讲，这个我，妈耶，一直给你转心哦，真的耶。那你做派林老师哎，没跟你算干。看一下下一关啥小。熟悉枪都可以拿得掉，不错。780万哎，各位，嗯，这么好的一个关卡，吼吼，100多万。按元龙水龙死，刚那一关好过的。我来试试看，15000应该是可以吃得掉，我觉得他有设计过。他应该有设计过。砰！咔清！咪咪！咪咪！咪咪！不是在叫你啊，不是在叫你啊，你可以继续睡。啊，这样，啊，叫我，哎，我在叫他。这个，连自爆都能闪，我觉得可以闪啊，所以我才按下去啊。他不是想说闪避所有攻击吗？自爆也是一种攻击吧，对吧？所有啊，所以我觉得自爆也是一种攻击啊。啊，其实我会试这种东西给大家看啊，这样大家来看台才有意义嘛，对吧？对，我这样是不是对？来干白信台就是要拿点东西回去用啊，对不对？开什么玩笑？所以你知道为什么这些人越来越厉害了吧？因为我下次我要讲，告诉各位有没有？告诉各位要怎样？我本来有大绝招要用了，结果大观众全部讲，哦，我知道，闪得掉，闪得掉。看老师，看一下啊、哦，说实两秒，看两只都一样，没什么太大差别。还记得居然可以，刚刚真是蛮狠。其实我还蛮稳妥的，你看我做得很稳。不过常常老马子都是这样来的哈，所以大家自己要小心一点啊。哇，现在是回合数问题，不是过不了，不是过不了，是回合数。干，我这次吸力太长了。这一对弱点，靠北啊，没削到，不要削到我的暗珠。没笑到就不要笑到，对对对。
这个。其实消错了，不应该消这一排，对吧？是不应该消这一排。这一排。又两秒，说两秒，看尤其看一直怪怪招式嘛，一直出来，路径燃烧100，靠北啊，1000啊，讲错了，哎呦喂，炸这个，干，他好痛啊。1982哎，靠北，他好痛，可下方比较痛哎，我们来回避一下好了。你下方很强嘛，那我们就是回合数也不够了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一波把他带走了。哦，教各位一些小小的技巧哈，这招叫做哈。啊，无视他的无视减伤，哎、欸，不是、欸，密奥义哦，啊，有教过，啊，再教一次不行是不是？奇怪嘞、欸，干，有人没听过没？基本上这波是可以一波带走了，我们的毒龙就留着好了。叠珠哦，龙科脉动。一定缺暗珠了，连孔。咯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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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叮叮咯叮叮叮咯叮叮叮。800多万，刚才他一拳就死了，所以基本上这次我不开龙科，用全满强化应该是可以波带走，这是我个人的判断。那转速时间变正常了，切，嘎将嘎将，哇靠，一只1000多万呢、欸。破血50%哦，基本上，哎、欸，这一队是很怕这个的、哦，所以，对我决定开那个毒龙哦。干三重电击耶，靠北啊！干我开毒龙，下一关不用玩了，200多万，跟他玩好不好？这样好不好？那个木蝶珠失败了，那个木蝶珠失败了，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一波带走。笑这个，砰！漂亮，没开机就对了。开始急，不是可以闪避，不是减伤一种，闪避不是，对，闪避跟减伤不一样，对对对。哎、欸，这个连击盾哦，看这些啊。我的回合会在这边被吃掉，所以这边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地方。Kitty， 干，差点没消到。十回合，有的抹。干，这啥小啊？干，这啥小啊？干哎，真的是让你玩叠珠哎、欸！我都不相信哪几个玩家可以这么会叠的。我知道现在很多人会叠啦，只不过干你不能要求每个人都会叠啊。哎、欸，接。哦，当然这边有个技巧，等一下跟各位分享一下、喔、应该有人知道。这个哈、喔，注意看哦、喔，注意看哦、喔，这个、喔、应该有人知道了。啊，不知道的就拿来看，知道就听听就算哦。
注意看哦，消，哦，这是有效的哦，欸，应该有人知道了，对，啊，我是告诉不知道的人，漂亮，我喜欢，最下面一整排，哎，不有，不好意思，我先讲了，看，差点被他破梗，看，差一点点，哎，我先讲了，我先讲了，哎，有人也讲了，还也讲掉，好，所以各位以一当百了，就是像这种小小的梗，就留给小弟在下午发挥就好，因为一定还是有人会不知道啦，因为他没有这一对，懂吗？好，但是我喜欢大家一起分享这种感觉啊，这个游戏这样才会好玩的，啊，真的，对不？大家都看波，还觉得什么好胜的啦，干，每个都看波，那个凶哎，每个那个绝招，消光无功敌连击盾。靠北啊，一个光就打一下嘞，而且他随机转光了，我要等这一只哦，刚刚好会在吸了，干，一定要这么少攻击出吗？我靠，欸，光柱还蛮多的，欸，怎么办？干，我有一点点小小的害怕，欸，对吧，啊？我害怕，欸，超害怕的。干，我超怕这一波他那个干还打不死他，欸，真的，我超级怕的。等一下，据说会天降光柱，对不对？是手消吗？哦，手消好，就在靠背啊，吓死我！锵锵锵锵，四 combo 哎，三到五 combo 哎，快嘞！欧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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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K！ 哦 ，Oh my god！ 强化盾忘记了，漂亮！龙头来了，给我一波气啊，各位，希望你们来得及，啊，给我一波气啊，各位！二十秒应该来得及，应该来得及，应该来得及！我看到你的气了，当频道就像他妈的干，像龙科脉动一样刷过去的感觉，消沉版啊，平民百姓啊，漂亮漂亮！哎，差一 combo 没关系，欧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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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波气来！切！哦，漂亮！你们赶上了，你们赶上了！